某个地方，你的倔强是一道墙，内心不开放。也许你的心事单人房，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。想看看你最初的模样，你脱下来的伪装，你会怎么放？别说还有感觉，别说还有感觉，你我都知道拥抱不代表亲切，可能是害怕被拒绝，不敢直接，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，同样皱着眉，却有不同的滋味。有孤单的体会。